君莫，我就在你酒店楼下，马上就上去。 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刚刚回国，还好来得及拦住你。沐晨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你既然知道我出国，就应该知道我出国的目的。我告诉你，君莫的美国实验室现在已经被警察查封了。你以为陈氏集团和幸福不动产他们不会发现吗？等他们知道君莫。 是为了打击恒盛，打击千羽，欺骗了他们，利用了他们，他们会放过他吗？到时候君莫面临的就是坐牢，他已经走上一条死路了，我们所有人都救不了他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一起错下去？沐晨，有时候陪伴是最好的救赎。 我是真心想嫁给君莫，你不是我的守护天使吗？你曾经许诺过我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会陪伴在我身边。今天有很多人，我爱过的，我恨过的，都过来劝我不要结婚。 但只有你，才是最了解我的，知道我只要做了决定，就不会改变。祝福我吧。 喝了这么多酒，明天怎么出席婚礼啊？你可是新郎，没有你，我可找不到别人替代。我不管明天，今天晚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还是别喝了，乖。 现在很开心，非常开心，感觉就像在梦里一样。就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种感觉吧，嗯。一开始，我对你只是感到好奇。 你明明已经被家里人抛弃了，却想尽办法想要回家。这个世界上，竟然有人跟我一样傻。到后来，我知道我爸爸很喜欢你，我想利用你，得到我爸的好感，我想打倒胡千羽。 证明我自己，我在利用你达到我这些目的。从结盟到假情侣，我越靠近你，越控制不住对你的感情。
这是我要给你的礼物，你要替我好好保护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我要把你的眼神和每一个笑容刻在我心里。 不用这样，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，彼此陪伴。我没有那么贪心，不奢望一辈子那么长，哪怕只有一瞬间就完全属于我，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。 我真的好想看我们老了以后的样子，脸上爬满皱纹，头发花白。我喊你老伴儿，你喊我老头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子女，男孩，女孩。但是我害怕。 老了以后，我比你先走，我怕没人会照顾你，但是我又不忍心看着你先离去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什么叫一夜白头。 比起死亡，我更怕的是不能陪着你一起变老，那样的人生。 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只可惜，我恐怕没有机会去体会了。哪怕真的只有一瞬间，我可以拥有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。 Thank you.
其实你早就看清了这一切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，我故意接近你，是为了替千羽找到你作假的证据。可你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亲手送给我？我就这么值得你牺牲一切吗？君墨，谢谢你的错爱。把资料里面所有君墨的名字都改成我的名字。这件事一定要对所有人都保密，直到一切尘埃落定。你必须答应我。Thank you.
结束了。威林，你能陪我一夜，我也知足了。都几点了，还没有准备好啊？赶快去洗漱了。虽然我们的婚礼是在露天花园举行，可是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。快点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吗？让我们进去。还钱！哎，你别急呀，我们赶紧还钱，马上还钱，快点还钱！还钱！胡千语，我已经看透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还钱，赶紧的。最后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为什么欠款还没有打过来啊？我们现在就要钱。对，现在就要钱，还钱！这么大的公司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？马上还钱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都拖了多久了？好了，没办法，时间已经到了。胡千羽，是你逼我们的，我们现在就上法院起诉你。走走走，起诉他！大家等一下，大家等一下。美国实验室在数字公寓项目上造假的消息已经被查实，而且正式公布在报纸上了。怎么回事？真的假的？对呀，真的假的？是是是是。哎，那给到的吧？你看你看你看。看不了，真的呀！恒盛有救了！怎么回事？位置怎么会有姚俊梦美国实验室的作假资料？你还看到？美国实验室在数字社区项目上造假的消息已经证实。根据我台已经得到的资料，此次造假事件的背后主谋为前恒盛总裁孤女林维玲。具体消息请听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美国实验室的主谋变成了林维玲？这明明都是姚俊梦的错。舒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都是维灵的计划。乔总，你不是从我打算抛售恒盛股票开始，就都是维灵在精心计划。维灵知道恒盛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他也认为姚君墨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他的责任，所以他打算牺牲他自己来救大家。我答应过维灵，本来想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再把真相告诉你。在我们是父女的份上，帮我帮忙千羽吧。赶紧去吧，也许还能再见维灵一面啊！千羽，恒盛有我在，你快去找维灵吧。环球集团做担保，恳请大家再给恒盛一次喘息的机会。美国实验室在数字社区项目上造假的消息已经证实，根据我台已经得到的资料，此次造假事件背后的主谋为前恒盛总裁孤女林维玲。哎，具体消息他们怎么都走了？前方发回的报道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看来美国实验室对于数字社区作假的资料已经被曝光了。我知道你把资料拿走了，但我没有想到这一切竟会来得这么快。
你从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带有目的的接近你？从你回来站在我面前，拉起了我的手，那一刻起。那你为什么还走进我的圈套？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圈套。 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只想问问你，昨天你把资料拿走，为什么你还要回来呢？你不是一个坏人，你只是一个想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儿子，一个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男人，就是因为遇到了我，才让你有了越来越多的杂念，让你慢慢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 对你，我一直都是很愧疚的。既然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，那就让我结束它吧。君莫，我说过，我是真心想要嫁给你。 陪伴是最好的救赎。我希望你忘记所有的仇恨，放下一切，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我曾经迷失过，我不希望你也经历。 回头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您好，我们想找一下林文玲女士。 已经看不清回头路了。警察同志，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？你是林维玲吗？不，我不是。啊？是林维玲女士吗？你涉嫌一宗商业诈骗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 我对我的罪行供认不讳。魏离，你刚才说。 已经看不清回去的路了，这次就让我帮你吧。还有我来不及体会的亲情，你也帮我体会吧。 为什么？哥，魏玲为什么会被警察带走？淑慧，哥，你说话呀！回答我呀，哥，回答我，哥。
不是你。玉林，警察同志，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？慧玲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任何人都不值得你这样牺牲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做一对平凡的夫妻吗？平凡的夫妻就是彼此担当，相互保护。这一次，我终于没有食言。我做到了。你一直都说要把一个最好的恒生还给我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，把一个完整的恒生送给你。犯罪嫌疑人林威凌，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你是不是在美国买通实验室，做出了虚假的数字社区的技术信息？是。回国以后，你是不是雇佣了不知情的第三人姚君墨，代表你和幸福不动产公司合作？是。社区作假案的罪魁祸首，全体起立。本院判决如下：林维玲诈骗罪不成立，但由于帮助犯罪人员掩盖罪行，包庇罪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姚君墨诈骗罪成立，主动自首，有立功表现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Thank you.
数字社区的最后一栋大楼终于完工了，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好了，都有纪念意义的一天，来，赶紧拍一张照吧。 这里面所有的盈利，也有你的一份。因为我们几个，永远都会是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兄弟几个。 成果感觉怎么样？和我想象中一样完美。这其中有你的一部分。我哪有什么功劳啊？反倒是帮了不少倒忙。干嘛那么谦虚啊？李总说你有功劳，那就一定有。李总，有付出就得有回报。 你可不能总是口头讲究啊！数字社区的分红记得打到韦玲账上。韦玲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董事长和张总都已经回乡下小镇养老去了，你也该为自己的未来开始做安排了吧？君莫呢？ 千羽，他人在哪里啊？千羽说，他已经完成自己曾经的许诺，把更好的一个恒盛还给了你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威灵，不管是恒盛还是环球，其实只要你愿意，这些都是你的。 没有他在，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我打算回到美国去，过正常人的苦日子。
无论你决定去哪儿，我们都会祝福你的。是啊，我们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哦。我只好。
是陌生。我只想原谅原谅你的误解，多想像从前为改变。